3040。自不量力。韦大人，韦大人，我答应过的，留你一条生路，你走吧。你这个罪孽深重的恶人，你一定会下十八层地狱不得好死，你一定会死在段某手上，少爷也会为我们火鹤族报仇的。你听好了，他段誉这辈子、下辈子、生生世世都斗不过我。此乃家母留下的龙凤佩，家母曾经言明，待段誉成亲之时，便将这凤佩交与他的妻子。如今，我将这枚凤佩作为信物，向杜家提亲，希望杜知府能够将若云许配给段誉为妻。婚姻乃是结两性之好，我希望得段誉为婿，却担心他的心里只有那个顾青桥。您大可放心，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家父家母早逝，长兄为父。段家果然是门风森严呐。段家和杜家喜结秦晋之后，在这长庆也可安定一方百姓。段宗主所言极是，你我两家联姻，外亲也会忌惮。杜知府心系天下百姓，段某敬佩。知府大人，我有大案，我要上堂。各位，这个顾青桥可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，他之前勾结曼陀教徒绑架了我，哦，要不是小爷我命大，险些就死于曼陀教徒的手上了。他就是个妖女，这样的妖女必须立即处死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我今天在这儿就是为了督促大人办案，以免让某些人钻了空子，让这样的妖女危害人间。说对，升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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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段少爷之前一直不愿出堂作证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击鼓鸣冤，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我就是你们要找的能证明顾青桥与曼陀教徒无关的证物。这是神宫的衣着。不错，鄙人正是神宫的神官。神官？神宫向来不问俗世之事，想不到神官大人会在长庆出现。游历至此，发现了一件与我相关的事情，自然要说出这件事情的真相。你如何证明你真的是神官？此乃神官令牌，与昔年神宫公主赠予各大世家的令牌相仿。我记得长庆段氏也有一块，段公子可以以此验证我的身份是否为真。千真万确。好，神官大人，请问你说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？我亲眼所见，顾青桥与段少义一起被曼陀教徒绑走，因此顾青桥与曼陀教徒并无关系。大人，此人来历不明，你可千万别被他们蛊惑了。住嘴。神官大人，本官认为就算您亲眼目睹，也不能仅凭一句话吧。神宫向来中立，知府大人若是质疑本神官的话，可是在质疑神宫的威信了。本官并非此意。不用着急。陆子章，右护法。你是曼陀教右护法？不错，我曾接受神宫公主的委托，前往曼陀教见证一个预言，为了不被怀疑，不得不假冒曼陀教右护法的身份。知府大人若还是不信，可以随我一道去神宫取证。不用了，有神官出面作证，此案无需再审。四哥，四哥，
睡觉吧。四哥，我找若依有急事儿，我先进来了啊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没看见啊？邢侍卫，你这也太看不起人了吧！你先是不让我进门，现在连话都不跟我讲了，哼，太过分了！邢四，我要跟你割袍断义！哼！我画好了，能认出来吗？我是个人都认不出来吧？看来我只能当灵魂画手了。你别气馁，这样，你来描述，我来画。等等，他没有头发，胡子很长，眼睛很大，下巴很短，还有很多皱纹。对，就是他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。腾宇，你说你怎么这么完美？完美是我的优点之一吗？好了，你不要说的那么直白嘛。直白什么呀？你看你能写能画，能文能武，家境殷实，而且还帅得不要不要的，这要在我们那儿，简直是活脱脱的现实版男神。那这帅得不要不要的，到底是帅还是不帅啊？当然是帅，就是超级无敌帅的意思。